里是我们的鞋柜。全三。男主人正在洗碗。看到妮妮了吗？妮妮，接下来我们来到绿色的二楼，这里是书房。然后我们到了二楼的客房。三楼的储藏室，上面还有一个两频道的储藏室。这是主卧室，这是我们的更衣室。看到我们的鸟笼，但是现在看不到小鸟。